谢谢。哇，这么热情，我又想唱歌了。元旦升旗拼场，韩国瑜赶到台南跟祝祝姐合体，都还没开口致辞，就被热情支持者高声呼喊“总统好”的声音给淹没。未来的四年，我们台湾人民用另外四个字来表达我们台湾整体的气氛跟人民的心声。我选的这四个字啊，就叫怂，阿姆哥五啦。希望2020年1月11号。选出新的立法委员，新的总统，未来四年台湾人民爽爽爽爽，好不好？合体祝祝姐力拼翻转铁绿区，更呼吁台南乡亲给国民党，谢谢，给韩国瑜一次机会。亲爱的大台南乡亲，30年来大部分的台南乡亲这么爱民进党，对民进党期待这么高，把选票无怨无悔投给了民进党，请你们擦亮眼睛，民进党已经变了。在绿道出枝的台南，努力拔庄，韩国瑜跟勇敢直冲的祝祝姐，两人号次都是二号，希望能够携手在台南拿下好成绩。我们必须学习，我们必须要让堕落的民进党下台，为全台湾、为中华民国来打拼，好不好？韩国瑜才刚讲完话，无需主持人带领，台下群众立刻自动自发放声大喊动算，韩祝合体要在选前倒数，把台南绿地翻转成蓝天。记者综合报道。